来，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啊！吃饭，今天煮了这个土鹅铁锅炖大鹅，还有这个爆炒猪腰，这个是猪舌。今天我们这边过小年，还有腊肠。来个鹅腿，好了，然后今天就拍到这里，家里还有一大口人在吃饭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。吃饭了啊，今天吃个腊肉啊，